这样的冰糖最好了，原汁原味的。汤料我都弄不能进去，不知道放哪里。我的弄不着，啊，不知道怎么弄。我蛮喜欢吃，好吃。海参的刺和越长越好。你快点忙你。火龙果炒，吃了很久吃不掉，不饱。这个我听说是给小孩子吃哮喘，就是哮喘的孩子可以吃这个火龙果炒百虫下炒。胡椒、花椒，哇，这个花椒厉害，14块那么多。哎，原来是一家呀！你们开到这里来啊？对，开这里来了。原来是，缅街口的那一家，是一家。16块5毛，3磅多一点点的，对，没有到，我本来买那个干贝的紫红汤了。
然后海参也是问老板他们买，都是他们的。嗯，原来是一家的，我以为新开的，不是。这个是什么百合吗？这是百合，百合其实也挺好的。嗯，这包是多少？10块。黄芪。不是那个刷，我有很多，嗯，这些都不太多。这个是松汤的霸王花，放汤里面的，广东人会用。白菜干，这个霸王。但是我觉得放在汤里黏黏的不难吃，不习惯的问题。我不想过来。这个人参我肯定不要吃了，一吃饭吃好多，所以不敢吃，穷吃饭。嗯，有人说要莲花清瘟胶囊。看到他们10块钱一盒，这里可以买的。以前街面上买20块，这里在那个角落里面，他在自己大饭那里，然后只有10块，别人家要买20，现在大概也跌下来了。薏仁我发觉买了放在那里会齁掉，所以要吃的话买少一点，就是吃掉它再买。一泡泡可以啊，泡开了以后，红烧烧很好吃，炒着吃。肉皮也好吃。炒素的时候我觉得放一点挺好吃的，就放蔬菜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一包不知道多少钱，那个价钱没看到。哦，它分开来的，它分散来的，称的分。23.8毛一磅，白木耳也可以，白木耳烧了，放点莲子心，这个小一点，它是太多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太多吃很久很久又不对。我不喜欢放在家里很多，不知道多少钱。去烧烧汤，看一下那个上面有个价钱。要4.8毛5块钱。其实说这些。这个好不好？是不是太白？又是那个漂白很漂白。我拿不要很碎的。试一下。
我们小时候用的那这个肥皂，小时候的感觉，臭水相比了，空巴中户向我好了，就买一个，莫这个太大，够宽了。